来来来，我要碰到三太阳，真讲啊，三星说，哎，水灵晶空空哈，水茫茫的汽水哦，当然是 blue。嗨，海生，水茫茫卡。好来。啊，金金红三星哈。金土三星三。你哈咪。不要擦上油啊，擦。直接拍开，饮落去啊。还要金红三星哦。稍微是不如。这里非常有泰国的风味，前面有两个小巷迎接我们进门。泰国巷接我们。罗迪亚。这边很有泰国街道的感觉。哎，有一个古式的摩托车。我已经上车了，快上车了。你不用戴帽吗？啊，戴帽，戴帽。我们现在直接驾到去泰国了。啊，打卡。哎。整间店是蛮宽敞的，然后它是真的是很有泰国街边风的感觉，看了心情都会变好。我们去点东西吃。你心情变好是因为跟我在一起？真的吗？对。我叫的是。除了很多主食之外，他们还有很多这些就是午餐、晚餐的 set， 他们还有出这个金钟 set 的。还有妈妈咪可以吃宵夜，但我们现在是下午叫菜吃饭。他是要叫满满的吗？满满。这些必点的泰国菜都已经上到七七八八了，这是泰国的泰式柠檬 garlic lemon。上看，试一下一口。哇，它的鱼好嫩啊，而且它是刚刚好熟，也是非常入味啊。那个 garlic 还有那个柠檬的味道，酸辣酸辣酱超级开胃。啊，这道菜我一定是很喜欢吃，而且我很习惯这个味道。为什么？因为经常请我吃柠檬啊。它的柠檬很上头，是这样，一定要点他们这个泰国奶茶，复古式的杯，大大杯的。刚好这是 green milk tea 的，你看多么的高啊！我最喜欢青色的东西。啊，喝了两个爽。真的吗？你喜欢清新色的东西？那你喜欢青色？下次戴个新帽子。啊，我们就试一下看到那个东阳正不正宗，先看里面有什么料。这是海鲜的，有虾，有烧冻，有肉片，哇，汤的颜色是很吸引。还热的，嗯，看完晶晶哦，好柠檬，瞬间变成泰国人了，哦，味道够呛，够爽，也够辣，蛮香那个香椰的味道了，啊，这道就特别了，这个是景松煎蛋，平时哦我们在外面叫的是景松蒸鱼嘛，这个是煎蛋，就是讲他把那个景松的字。配这个煎蛋，我试一口。这个煎蛋就是很香，那个蛋的味道。你讲那个点心的话，我觉得它这个不辣。如果你不能吃辣，但是你喜欢吃涮一下点心，可以来试一下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吃过超辣的点心。对对，但是它味道是非常的够。带一点酸酸，然后非常少的辣。来试一下他们这个泰国师傅自己做的月亮虾饼。特别的形状，嗯，里面的肉满满，吃到很香，那个虾的味道，外面脆脆的，哇，它整个口感是很结实的。这是小吃月亮小饼，可以点来做前菜。我们还点了这个烤包，这个烤包其实也是有菜的，也是可以单点。然后这个改兰，在泰国餐一定要点的这个巴盖，烧冬瓜是有三四字，虾也是有三字。然后还有一些芽菜脆脆的，花生打的一定有了。来放点青柠檬。不错哦。不错哦。那个白白哦，很有口感，因为它的花生也是很香，因为它很多料的关系啊，所以吃下去的口感非常的丰富。就很像我们的感情一样。我们感情怎样？丰富。我们感情有清新色的东西。对啊。这一些呢是宵夜写来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就真的是跟照片一模一样，它有一篮蔬菜，有海鲜，这个有肉片，还有这个是汤哦，这是金钟的汤，它是用这个瓦煲的啊，还有就是他们的 set， 刚我看了一下是很呆的，14.9元起，还有很多种选择，还有包了那个奶茶在里面有了。我们来看真正的摇摇冰怎么卖，瓶子里面的汽水是结冰的哦，冰和汽水一起倒出来，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了吧？对啊，你刚才也反反了嘞！这么热的天气下喝这个冰，凉爽。嗯，打包拿走。